木之之，歌教授，你也来参加这个晚会的吗？是啊，你今天很特别。谢谢。哎，那不是木之之吗？他怎么跟歌老师在一起？哎，对了，下午你怎么没有来上课？还不是因为我公司的老板，他害得我完全没有时间。是陈总吗？嗯。我下一次的课给你留一个位置。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，快拍视频。一定要来哦。好的，下次一定。陈总，这木之之是我们公司的员工，却跟我们的金融顾问走得这么近，这恐怕不太合适吧。陈总，这么晚了你还没睡啊？这么晚了你不是也没睡吗？你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去休息了。你这身衣服挺好看，很适合约会穿。感觉不太好啊，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他给你买衣服让你去参加晚会，你连谢谢都没说呢，你得说声谢谢，你很喜欢。谢谢啊，衣服很漂亮，我很喜欢。谢谢不需要，过来。怎么了？